疫情严重，台北市消防局是对执行防疫专案队员进行快筛，发现有几个队员出现阳性。指挥中心嘛证实，确实有五位消防员快筛阳性，但过核酸检测结果也未出来。嘛，针对最近网络出现真侪假消息，好民众卖乱传。本土疫情严重，但过网络谣言是满天飞。最近低卡社群时时流言版，谣传行政长苏贞昌透过内线交易，趁国难财。甚至有网友伫网络直播新闻开讲时，凊彩流会讲总统蔡英文已经确诊，也无公布这不实言论。这假信息也成做全国防疫会议讨论重点。指挥中心表示，散布不实信息已经触犯相当刑处三年，或者是并科300万的罚金。现在刑事局、还有调查局、还有高检署，都会跟法务部共同的合作哈，来做这些假讯息的一个打击。本土疫情继续增加，进前金门县长向中央发挥，呼吁开放地方向中国买疫苗。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讲，愿意出面争取中国疫苗来台湾。不过指挥中心表示，台湾已经甲 COVAX 甲特定厂商买疫苗，对中国疫苗信心不高。COVAX 的平台加上其他我们个别跟个别的疫苗厂商所购买的，那都有达到一定的数量。对于中国的疫苗，我们国人应该信心度是不足的啦。另外，伊传出参加艋舺地区防疫专案勤务的消防员快筛检出阳性反应，指挥中心证实有五名消防员阳性反应，但过核酸检测结果还未出来。有五位的队员快筛阳性，截至目前我还没有接到在持续通报他们最后筛检的结果。指挥中心表示，确实执行防疫工作检疫会依照特别条例、相关补偿作业补助、医疗费用等，同时为确保救护能量，也甲消防署定出三级警戒指引，包含救护车前窗、后窗要开窗啊，保持空气流通，这方式降低感染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